大家好，我们现在人在台南东山休息站。为什么我们现在来台南呢？今天是4月1号，刚刚中午12点的时候，我们抽出了 PS5 的得主。今天本来有一个计划，就是不管他人在哪里，只要他一传讯息给我们之后，我们就趁着连假马上去他的那个地方。所以我本来想说，最坏的情况可能是他会在绿岛之类的，花莲。对，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，没有很中意，就是在台南，单纯的台南。我就是只要启动台南分流计划，对，第三季。而且今天还是连假哦。对，他在永康，所以我们现在就要直接杀去永康。我们要来颁奖了。在哪？为什么？你在？你刚刚在干嘛？很兴奋哎！应该是打火弟兄。好，非常感谢你。哎，为什么我要感谢他？应该是要感谢我。哦，准备礼物给我们。我们说我们要买花生糖，然后说我们来的时候，这间就关了。哦，刚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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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恭喜，恭喜，恭喜！谢谢，感谢你。有一个寿星哎。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拜拜。好，谢谢你，我们要去吃东西了。好赞哦！刚才防毒，你有听到吗？PS5。好的，然后我们马不停蹄来到第一家同二烘焙坊。知道要永康吗？他打电话给我朋友。他听到我这家面包店，他就受不了。而且他说要先订。他面包狂魔。对，他每次要买1000块以上。这看起来好吃啊！哇，好吃哦！好可爱啊！这个，好了，买。虫姐，虫姐。还可以宠虫，知道吗？他一直都很被宠啊，他忙呢。对啊，顺便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，PS5 的留言多到我吓到，我本来以为大概顶多比统一发票难个1-2倍吧，就留言有6000多，傻眼。大家留言这么踊跃的话，我们就来做一系列活动，所以这个月我们的每一支影片我都会抽一个，4月送宝块，某个人来挑留言，比如说这一集就让彤彤来挑，对，会在下一集的片头公布谁得奖，你们随便留按赞，然后随便留你们想要留言，宝块大家知道什么吗？好，记得这个月哦。好了，先吃它二，好，一份两个。210，两个，所以一片是105。热爱105度的你。今天两个抹茶控，好吃吗？要再去里面包了吗？奶油大鱼蛋皮的，的类型。我会比较喜欢这种。很喜欢哪里？手，小心哦。它没有很甜诶。很喜欢吗？我其实比较喜欢甜一点的，它的蛋糕好不台南哦。不会啊，健康好啊。但口感真的很好。哎，王源附近没有店家，给你们看一下附近的。他就在这个地方，我跟永康很有渊源，我在那念书，我是台南高工毕业的，虽然大学去念哲学，他很开心。然后维也纳跟维也纳一点关系也没有，他是说那时候的奶油是用进口的，接到了，就比台北好吃很多，我总觉得这比天成还好吃，这才是台南味啊，面包很松，很松，面包很软，所以它不贵，大概多少？我不知道。这怎么有点牛角面包？可颂应该不是牛角，可颂是羊角。还好，我那面包赢了。这是面包啊，没有可颂感。对啊，它是不对，它这应该要改名，不然你会失望。刚刚是盐味面包，咸香咸香，面包体也好吃。但如果你把它当可颂的话，你可能会跟想象差距很大。同二厨房烘焙会推不推？我觉得蛮好吃的。你觉得好吃？接下来我们要来永康鲜鱼汤，你知道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冠地米你感觉就好吃。对啊。冠地米就厉害，要有自信一点啊！对，你看我们跑来永康，就写个什么雪甲鲜鱼汤不行，打妹。台中一中就是冠地米才变那么厉害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哦，台湾大学的。对对对，台大。好，我们来吃永康鲜鱼汤。对，有道理。马上又要来吃一个片。它是两个名字哎，阿豪阿茂哎，原来是小豪小烈的意思吗？它是那一种，我们上次去关庙买花生糖，全部碾碎，然后再卷起来，就这个，哇。感觉很好吃，那你多吃一点。没有很黏，不是很像牛奶糖。关庙里面是放蒜头跟香菜，就很老派。小时候很常看到那种路边会有人在切，嗯，现在很少见。修起来，修起来。哇，牛奶色哎，嗯，好浓。十八色不一看就好吃的啊。哇，你很弄蛮多的呢。这个是龙胆，龙胆石我肉也蛮多的，因为其实蛮划算的。120，味噌，都点小的，很好喝。它开到7点不行，还要开到12点。这是宵夜的味道，这是酒喝酒醒酒的味道，醒酒的味道，石斑好吃哦，那个胶质好脆，住院很需要的味道。哦，味噌也蛮好喝的，这其实很台味，是那种不输日本的台味。哇，嘴巴日本好吃。
哦，这个我很推，我、哦、这真的可以分流，你不用去市区，真的，这个可以，这可以。如果龟人排队，你也可以不用去龟人。而且我跟你很好喝，认可，很好喝，嗯，很好吃。完蛋，老板骂我了。反正就是喜欢这样，我不喜欢啊。这种饭好强哦。好，今天决定称它永康之光。你有饭怎么不够？你会掉哦。掉。我是预言家。他跟讲别人，你知道吗？市区挤爆了。今天是一个很好的分流实验。嗯嗯。那、啊、上次龟人也是廉价，然后龟人是一个意外，果断下交流道。啊，这个是也算是意外。他其实跟上次那个大胖有点像，他把手化开感觉很像。好了，吃光了，讲讲料。超光哎、欸！永康鲜鱼汤推不推？肉燥饭真的很好吃，来要点，然后可以真的可以分流。对，你看。下来的时候，这附近真的是。其实很好停车，你知道吗？就省道旁啊。好，我们走吧，下一家。50块，要不要买100好了？好，买100。突然来听到香酥鸡，你会经过？我们要买果汁，然后经过看到他卖香酥鸡，而且他只有香酥鸡。对。感觉应该是厉害一点。而且我们大汉好像老板有点吓到。谢谢、啊。好香哦、喔！我要先点，还能偷吃。他看起来很像小上海，其实。然后接下来我们来。青春鲜果汁，那我要喝综合，好香哦！我想你把口罩拿下来，然后你这样，就往你的鼻子这样，对，好笑哦，好笑哦，太荒唐了，真的。住在这边会不会很想吃宵夜啊？晚上？是小上海吧？那不懂，他应该没吃过小上海，很绝。你没吃过小上海？啊，你没吃过小上海？刚说 OK 啊，嗯，小上海很像，是好吃的。但是真的是小上海，小上海炸薯条也好吃。小上海好像就是南部上去的啊。嗯，对，反正还有大上海跟中上海，是蛮好吃的。可是你们看外观，如果有知道小上海的人，看外观应该就知道，就真的很像。但是它比一般的小上海更酥一点。但是它如果这是小上海里面也算是好吃的小上海，会炸小上海。对，它杯子好可爱，无糖的综合果汁，好可爱啊，打得超细。对，嗯，很绵密哎、欸嗯，完全没有渣哎、欸，这其实蛮厉害，为什么没有一点名气都没有？可它感觉还是有料啊，有果肉的感觉，但是就是很绵，但是你还是吃得到，几乎没什么颗粒感，嗯，真的很细耶、欸，超细的。啊，顶好香酥鸡推不推？南部咸酥鸡很好吃、欸、我比较还好一点，但是因为它太小上海，这边附近有些民宿什么，我觉得如果你们刚好要回程还是干嘛，其实是可以买着在带在路上吃，很爽脆。青春鲜果汁推不推？我觉得它是很好喝的果汁，我觉得打得很绵绵，但不知道为什么这家真的绵。我看那个网络上没什么人气，这五十块真的算很大杯。大家 go。继续，接下来这家我觉得蛮厉害的，这是应该在地人会知道，这也不太可能，都没有公公的可能性啊。那是阿嬷卤味，该不会打烊了吧？有阿嬷出来哦，阿嬷出来，超厉害的，88色分，十块，好，天不你啊，一定要还好不好？什么玉米啊？十块啊，喝阿碧芬汤，等一下。20块吗？还是20？哦，而且十元长怎样哦？对啊，那就把剩下的通通给我们。因为他说我剩那些。等一下。好高啊！太大。一人份的。哎，你小佛心啊？不高了。不高了，你小妈妈太佛了啦。对啊，我知道他的意思。他这家店，嗯，他就是你的阿妈，他很怕你饿。然后他卤肉超多的，你知道吗？那你们下面的汤。哦，对，真的。下面都是满满肉汁哎，我跟你讲，蛮好吃的，你们自己吃。还是要叫大家不要来，还是不要播，怕阿妈太忙。跟刚刚的肉汁是不同风格。它是那种面的，加在阳春面或者是那种淡淡的蛋爽。一生钥匙啊。它不是好不好吃的问题，它给太多。对，超大一碗。现在如果我爸住隔壁，他每天来，他不煮饭。就像刚刚鲜鱼汤的肉燥，如果拿来加汤，汤就太油，它这个瘦肉比较多，你看。对。这是那种你会担心到没有赚钱的东西啊。太多，超多的，没有尽头。对啊，没有尽头哎！你把鬼娃弄砍出来，我哈是一个。等一下是怎样？我的汤匙受伤了。你现在小叹气不？小短话啦。刚刚阿妈跟我说，那小份的啦。怎么？这不是那种让你很惊艳，但是你会很愿意带朋友来。嗯，因为是在地人。那胡椒科学面的感觉，完全来我再加点，加太多，
加太多了。你会剪进去吗？会啊，这一定要剪的啊。你这面汤的比例挺怪怪，就那种有一种饿叫做阿嬷觉得你饿。哎、欸，你看哦、喔，我要拿我这一碗给他看。都是面。对，全部都是肉燥。来来啊，拜拜，好吃。阿嬷意面卤味推不推？非常推。住隔壁就不煮饭了，而且他完全真的就是阿嬷啊，再见啊，完全就是阿嬷。接下来这一家我觉得有点恐怖，但是我听到火龙果蛋饼我就觉得怪怪的。带走手工蛋饼，你们点什么？金沙珍珠加起司，真的是红的啊！来吃吧。金沙是选蛋黄吧？对啊，真的有是巧克力。你刚不是说金沙巧克力？忙内啊，忙内，不会筛选资讯的一个人。怎样？不像蛋饼，像一道菜。是这个口味的问题，全部都分开。这个叫做金沙菇炒饼，佐起司酱。对啊，蛋饼吗？蛋饼啊。它蛋也是分开。我觉得这不是一个观光取向的东西，它感觉是会在逢甲出现。认真把它拿去炒饼，说不定还会更好吃一点。接下来来。福吉串炸，很妙的是串串，然后吃炸的，这是日本流行哦、喔。我看它长得超日的，好可爱。对啊，长得超日的，根本是长得日。这什么东西？鱼皮。哦，我以为是那个像饼干，我们去吃麻辣火锅。就不是的，这台湾真的还不多见。对啊，啊，那这是谁？中间的很大。这是谁啊？我问他一下。没谁。大人的蟹肉。没有棒，欲盖弥彰。OK， 这是很大。那冰上贵。这是蟹肉多少钱？69。哦，这皮很好吃哎。真的好绿哦。哦，这个连锁可以哎。你讲出来，应该说这个加盟可以。今天绝对不可能是业配哦，我跟你讲，根本不知道未来用它。然后它这个只有台南有，这是石木鱼吗？那么台南哦，你这是吃节瓜是一个文青的表现。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年轻人超爱节瓜。我很爱节瓜。你是说你是文青？不是，没有，我是年轻人。石木鱼，然后这是什么表现吗？台日友好的表现。台日友好。哦，这蟹肉饭也很爽哎，虽然是鱼板啊，但是牛肉很好喝。牛肉有赚多少啊？是这样，我知道这一段多少。你刚刚有讲吗？多少？69。很符合他的人设。一定是故意的，老板是故意的。蟹肉没有棒，然后还卖69。你知道为什么他是故意的吗？只有这个东西有尾数是9，其他都没有。真的是要塞一个彩蛋，没有人发现。推荐鱼皮跟牛肉，好吃。还有这种很日，这种东西就是你在日本吃，你就觉得哇，好好吃哦、喔。吃完了。对啊。福吉炸串推不推？我觉得很好吃，而且它感觉比咸酥鸡更干净一点点。欸、真的哎，你看它全部都很正常。对啊，它这是什么大人的？还有这个68公分。对啊，超幽默，一定是故意的。幽默，拜拜。到时候的名字都正常啊，只有蟹肉，它一个写大人的蟹肉。一个写18公分的蟹肉棒，你是故意的、啊。好的，我们现在来到，刚刚有讲说一边是大湾，一边中华路嘛，现在就中华路，所以我们从头吃到尾了，吃永康头吃到永康尾。那接下来来这家万山米糕，现在多少？就这个啊，台南 style， 超多的，鱼松超多的，很爽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对，可以包三万回家，很好吃。今天它整片超多酱的。超多酱的，好吃，对不对？好的，是好吃的。它也不是真的进到饭烂掉那一种感觉，它就是酱汁有被米饭吸进去。你这碗饭找不到一个白色的米粒，对，它就是吸的，吸饱这样子。就是要肉松很多，口感层次会比较丰富。对，而且我们今天永康是傍晚来哦，我们就吃从晚餐开始吃了，大湾应该早上还有很多。那瘦肉比较多。瘦肉比例蛮高的，不过如果都要吃这个了，它酱汁已经算了，我可能会宁愿它肥肉比例多一点。可能这样会比较顺吧，因为整个都是酱汁。可能会比较不那么腻。这其实反而有点嘉义那种感觉。台南。对啊，它其实有点台南风、嘉义风的 mix， 综合了优点。没想到永康还是挺好吃的嘛。我们要来的时候担心晚上没有东西可以吃，结果晚上还是蛮多东西可以吃。还是蛮多东西可以吃。那今天任务成功了，把 PS5 送出去了。如果有兴趣的话，这里是一个很好的分流的地方哦。对，来这边吃饭也不错。我们今天只有来晚上哎，下次我们可以来早上。对，下次可以来早上看看，感觉不错。然后不免俗的，本日你的最佳鲜鱼汤，也是鲜鱼汤。虾米糕，米糕，你呢？那我的话，我也会，如果来
如果你要来分流的话，我也会推荐你吃永康鲜鱼汤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真的可能最能达到你分流的效果，因为那边大概不太会塞，然后又交通很方便。中华路这边会比较难停车，这边比较靠近市区了。阿嬷的面是那种如果我住在旁边我会想念的地方，对，就我去外地我会想念的地方，真的蛮厉害的，那蛮多好吃的啦。那我们今天就啊对啊，记得随便留言留你的感想，然后这礼拜统统会从留言抽出一个，好快，然后再下一期再出现哦，然后下一期会公布得奖名单。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了，下礼拜再见，拜拜。刚那个果汁特别推一下，它氧化速度真的很慢，对，真的很好喝，真的很推，厉害耶。